子，万章章至上。三，万章问曰：向日以杀舜为事，立为天子，则放之，何也？孟子曰：风之也。或曰：放焉。万章曰：舜游共工于幽州，放欢都于崇山，杀三苗于三危，及鲧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诸不仁也。向至不仁，风之有弊，有弊之人奚罪焉？人人固如是乎？在他人则诛之，在地则封之。曰：人人之于地也，不藏怒焉，不诉怨焉，其乃至而已矣。亲之，日其贵也；爱之，日其富也。风之有弊，富贵之也。身为天子，地为匹夫，可谓其乃之乎？敢问或曰：放者，何谓也？曰：相不得有为于其国，天子使力治其国，而纳其贡岁焉，故谓之放，岂得暴鄙民哉？虽然，日常常而见之，故人人而来，不及贡，以正皆于有弊，此之谓也。